这两条的话是拿来做双十一活动特价的，川料南红瓦西料冰飘火焰纹的，这是卡巴咪的108哦，卡巴咪的108。那这两条的纹路是真的很漂亮。那这两条卡巴咪的部分，因为但这个的话，我就一起，因为那时候本来就打算这两条就是一起拿来做活动特价的，所以我就走抽样做一条做证书而已。是哪一条呢？应该是这一条，那一条是80，两条其实都差不多是八咪，好，那不就抽样的，那证书的部分我就不付了，不然对另外一个人也不公平。好，那除非你两条一起买，两条一起买的话，证书就付给你。要不然如果是各自拍的话，那我就是证书就不附上了。那这条的话就是这两条硬要说什么缺点的话，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两颗有这种黑点。好，但是纹路的部分的话是很漂亮的。好，然后是属于冰飘。那冰的部分的话，它真的要说缺点，就是它冰的部分不是那种，它还是会带点点暗，还是有带点红色的冰。好，不是那种透明的冰。那当然这个有些也觉得不算缺点嘛，因为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，他就看个人喜好。这两条的部分到时候会请小帮手再拍照，你看真的很漂亮啊，真美。这是天然的川料南红哦，都没有烤色，烤色的部分的话就整个红艳艳的，但没有，我把这个灯关掉好了。是，怎么讲呢？因为这样子完全没灯，完全没电。颜色的部分的话是比较暗的，因为现在完全没灯，这个也太暗了。就是因为这样整个拍下来的话也太暗了。我看有没有什么可以。看有没有什么差不多接近食物颜色的，好像也没有，好像也是偏暗。食物颜色的话就是比较偏，怎么说呢，偏深樱桃红的颜色吧。这个在白光底下真的有点失真了，所以我才这边才又开这个啊，这样子，这样跟食物颜色比较像，啊，大概是这样。啊，只是因为现在有打灯哈，有打灯，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朱砂点啊，这红色里面朱砂点看起来纹路比较明显。好，然后这个卡巴的当佛珠108的部分可以做108颗，是真的很美。好，可以再搭配那些那个卖场上的青金八人啊，或者是南红的那个小雕刻件啊，南红雕刻件三通啊，三通用个搭个三通的部分就很好看啊。这是一条，但这两个品质一样的就800多块哦，108颗的卡巴咪的，我觉得这两条就是拿来做活动。这两条纹真的很好看，哇，这真的是真的很赞哎！到时候小帮手会个别拍照上架。这样。就这两条就一起拍了，这两条是真的好好看，而且真的密数够大，八咪的卡八咪的，真的这个绕手都可以绕手四圈，你看绕手四圈都还很多，都可以改成绕手一条800多块，改成绕手四圈一条才200多块，我天哪，这样子，这台这个灯呢是我最近新买的，就为了想说要调跟那个食物颜色差不多的，要不然有时候这样子透过 iPhone 相机拍起来其实对比度太大，不是很理想。
所以我是烤色的话就会再红一点啦，这没有烤色。好，所以食物的部分的话，如果真的完全没灯的话，就是颜色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暗，这样子。来，就这两条咯，双十一做活动。